五月份呢，下次小开王子豪他酒后辱骂员警，被依照妨碍公务罪嫌加以起诉，让法院开庭审理。王子豪认罪，争取轻判。最后，检方跟王子豪达成了认罪协议，说他必须要在这个星期之内捐出400万元给公益团体，同时也要召开记者会来道歉，才会建议法官判处他6个月以下徒刑，得以一颗罚金，免去牢狱之灾。问题是，外界不免也争议说，难道有钱人都可以捐钱换取免坐牢待遇吗？为什么要骂警察？为什么要打警察？被两名干员左右押解，嘴角还挂着微笑。服饰品牌下次小开王子豪，今年五月涉嫌在汽车旅馆酒后咆哮骂警察，遭到法办。是不是还有骂三字经？喝酒闹事上法院，王子豪被依妨害公务罪嫌起诉，最重可处3年徒刑。几次开庭，王子豪认罪，争取轻判，承诺在报纸头版刊登道歉广告，最后版面缩水，只剩 A4 大小，被法官质疑诚意不足。这回开庭，王子豪再度承诺，除了愿意捐款400万给公益团体，还得召开道歉记者会。但法官说，必须有4大报以及8家电视台记者到场报道，通通做到，才会考虑判刑6个月以下，也就是说，可以一颗罚金，不用被关。我们觉得现在经济的情势非常的不景气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个登报的费用节省下来，然后把这个钱捐的需要帮助的这个团体。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得到。现在看起来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有可能司法正义都好像又可以用钱买得到。砸钱免除牢狱之灾，王子豪不是第一人。之前英业达集团董事长叶国一涉嫌人头炒房遭剪掉约谈，最后捐房产加处分金，掏7亿缓缓起诉，同样状况已再重演。富人犯法掏钱就能免刑，也难怪社会大众感受不到司法正义。 TVBS 新闻林雅兰、赵国涵台北报道。